在我七岁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。我要开一个漫画书的博物馆。我承认，有时候我会失去信心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。我会告诉我的朋友，在这博物馆里，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漫画，不只是我们自己的，还有日本、法国、美国的。也不用再躲在棉被下，拿着一个手电筒偷偷地看。这一直是我的梦想。我觉得你的想法不错啊。Make it happen， 宝岛商业银行。